换牌了，你换牌喽，给你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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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可以换牌了，换一张新的进去。吼吼，有没有很你也拿到三张大石吗？吼吼吼吼吼，三个伯爵夫人。好了，上我看一下哦，我是船长，我要偷小雨两块。小雨，你要偷我两块，好啊？好啊！干嘛？好好好，来拿三块，看我啦！好。我想要换牌。你想要换牌？没人直摇，那我带回去了。好，你拿，你拿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Long take, long take。你换牌你会很崩溃。哎呦，这牌好棒哦！哇哦，听起来就被拿到伯爵夫人了啦！拿到伯爵夫人喽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我要拿一块，谢谢大家。太棒了，小雨，我你要拿三块吗？你要拿三块吗？对啊，我又要拿三块啊！我等下又变成两块，你一块一块这样赚啊！嗯，小雨，我要刺杀你！我帮忙挡，我帮忙挡，好、哦，他帮忙挡了哦！哇哦，真的吗？我不相信你那张是伯爵夫人。好，来吧。哇，没刺客了！哎、欸，没刺客，没刺客了！没得刺了、欸沒得刺！那你这样可以洗回去了？没有，哈基的那张，没有哈基的那张，刺出来了，洗回去啊！哈基这张可以洗回去，换一张。因为你挡成功啊，因为你挡成功，洗回去。我们刺客总共几张？四张，四张，没了，牌都是四张哦。没有刺客了。已经没有刺客了，没刺客，没事。我至少要杀人，要杀人只能用。至少我结束我再讲，因为我刚好像疑似发现有五张以上，五张是啊，五张吗？哦，有多放吗？不对耶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三张而已啦，八七哦，三只有四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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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像有不是团团在，刚刚不是就四张？还是我刚看错？你是看错了吧？我觉得你可能是把队长，你把队长看错了，因为队长跟那个的颜色还蛮像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没事，那没事，那可能是我看错。没关系，等下这样结束之后，把全部的牌翻出来就确定。嗯，翻出来点一下，换我了吗？多一张红心 A。好心A，我是船长，我要偷繁星两块钱。我们应该搞团团的 ，Kiki， 我就是要搞他。好，他放纵太久了。团团吗？那我拿三块钱。嗯嗯，换我。好，我要再赌一次，我想换牌。你要换牌？七八。嗯，这个人像，嘿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里面的牌我大概知道了啦。哦哟，你说吧，是不是很崩溃？哦，大概就那几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几张知道就 OK 了。嗯，那我先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放去，放去，放去。那这样子其实很难，越后面真的是越难骗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牌了。对啊，有一直在洗牌的大概认识中。那我要继续崩溃了。你怎么不拿钱啊？没有用啊！你拿钱了吧？你说你家在谁？哎哎！滚出来，滚出来了！觉得不能还想换啊？等一下，那这样子怎么？不是，哎，你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换滑鼠了啦！你确定他？我觉得你不要甩太大力。等一下，我放你。不要，你确定他到你的框框，然后你再把它放起来。对，不要甩他，不要甩他。我没甩他。你现在就放错啦！你放错。有，你这样没压力，他就会飞出去。这不是游戏王。还有那个作用力。等一下。你这个手，你的手好，你换滑鼠了啦！哎！你的手在手抖，你在干嘛啦？我会这样，你会这样，你在干嘛啦？两只手握住滑鼠，两只手，对啊，啊，我帮你搞。我觉得他的视角吧，他的视角可能，视角右键可以按着转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啊？哦，你是斜着看是不是啊？酱油就给你换了，烦死了，给你换，还敢攻爵？还敢攻爵乱换啊？对。
欸，有一张亮出来了、欸。啊？谁？这我看得到，我没看到。哪里？没有。哪里啊？好吧，那应该只有我看得到吧。我看到我看到你其中一张牌，公爵夫人啊？啊？公爵夫人吗？没看到啊。没有，我其实死掉了，其实没差了。现在、哦、现在死了没差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借我一张牌练习放牌吗？你不是自己手上有牌看吗？哦，对对，你拿你死你拿你死掉那张牌就好了。你拿死掉的牌就好了，你在冲啥？审判官给你玩了、啊，审判官给你玩了、啊欸。因为你看我拿上来的话，我会。我觉得你视角的问题，你视角是平的还是斜的看啊？我是你按你按空白键，你按空白键。哦，原来啊，原来。哦，杰克你干嘛？拍谁？是我傻了，拍谁？加油！你再试着拉几张审判官看看，看能不能顺着拉。现在是新手教学啦，各位。对，现在新手教学。为什么他还是会飞出去啊？你的滑鼠的问题啊。他会帮你转正，就是因为你的牌盘是反，他会帮你转正放到你那边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嗯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他这个飞，他不是飞掉，他是来帮我转正，他会在最旁边。啊，刚刚就讲了。对，对不起啦，我错了。哦天哪、啊，那怎么是动漫走错角色？好，下一位换小雨。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要政变。哎、欸，你要政变谁？团。好，给你政，给你政、啊。伯爵夫人出来啊！给你政。哎、欸，是这张。哎呦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哦。嗯。嗯。我是公爵，我拿3块。好，你拿。嗯，现在公爵都还在场上就对了啦。对啊，公爵都还在场上啊。刚才在玩笑，可是我牌换不出去没。啊，我是队长，我要偷团团的钱。好，你偷。小雨，我救你，因为他等下应该会杀你，我帮你救。对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他记我，他记我其实没有要杀小雨，不过没关系。你是要杀我的不对，我是要杀繁星。我刚是想说你要杀我了，等一下应该是我被杀了啦。嗯，我就一样拿3块吧。哎，好，公爵，那我就杀你啦。来，公爵出来，给你。哦，这三个出局。说清楚的，几个啊？出局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出局了。我出局了，两个。他繁星要吃他，所以。Thank you。把他塞回去了，直接丢掉。你好，掉钱了，掉钱。要钱啦，换你看，那叠在一起放不回去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嗯，他说我连另一边审判官都在。我不是，我要继续换牌，我要继续换牌。你会哭的，真的，相信我。哎，哦，真的吗？我刚少了放一张，丢、回去。这里面就真的只有这十几种牌吗？对，就真的只有那几种。有没有牌进去啊？没有，因为其他人我们都没有去洗那个牌，所以那牌我们都前面太少人质疑了，牌基本这样，我不太懂了。那我拿一块。好，换小雨。我，那我拿3块。公爵。好。好，我要拿3块。拿3块？拿3块？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块，哇！哎、欸，船长很强了、欸，很强、啊，我是船长，船长最强。好，给你拿。完了，不能让你们杀人。换繁星，杀了我就死了。还想刺杀我那个？哇，你要雇3个人呢、欸？还想刺杀杰克？繁星有拿3块吗？拿完了，他拿完了。那完了，那换你。我在倒数我的生命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你拿几块钱就是活几回合吗？天哪！换酱油。我拿完了。他拿一块了，他拿一块了。哪一块？小雨。我，哦，3块。那我也拿3块。哇，我阻止不了了。对啊。没关系，这是公爵之间的战争。这一招，这公爵战，公爵之战啊！对，公爵之战，有钱人的战争。我拿一天好了，2块钱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是这时候你知道就不能去招惹那个大大、啊，只能招了招小的。我决定做一件事情，我要质疑繁星。嘿、啊，为什么突然这时候？哈？哦，你知道哦？对，我要把它换出来。
反正我已经没救了，我把它换出来。那繁星确实是啦，确实是哎。但是他还是要洗掉，还是要洗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去捡鱼，我来抽抽看呢。没有，繁星要先抽一次啊，繁星要先。对啊，繁星要先的。繁星要先。好，繁星直接抽回去了。那繁星之前的动作3块钱不就要丢回去？成功是成功的，是成功的，是成功，视为成功哦。因为他确实是啊，因为他是啊。我觉得繁星抽回去嘞，我来试试。嗯。可是繁星刚刚笑，搞不好已经抽回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听起来蛮像的。啊，谢谢。谢谢是这样。他帮我拿牌啊。哦，你手又在抖了，你不要再抖了，你手别抖了。哇塞！谢谢大家无私的奉献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哎7块吧。对啊，赠谁？要赠谁？谁呢？我想想，波波。这样，我的9块钱。我的豆花9块钱呢、没了，饿了，公爵，这是公爵，公爵战争呢、对啊，要不公爵就在牌库里，要不就剩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剩四个人。你要杀谁呢？我。你的手指，你手好抖、哦。我投还清2块钱。不。我不杀了，我偷钱就好。不宿敌，不宿敌。我是大师。大师。像反星角是大师的话，其实你可以防偷。防偷？哦，对呢。防止窃盗。对呢，因为我这场没大师拿过。大师，大师可以防偷啊。对啊，可以啊。有3个可以防偷啊，你可以看两个吧。两个啦，大使跟团长，对啊，换我了吗？好了，对，那我该干嘛？我拿3块，拿3块，你是公爵，你是公爵，出牌，再说回来，要怀疑我啊？我想想，你想不想看我有没有抽？4个人，反正我也不能干嘛，我怀疑你。好，你是来了。来了！哎呀，那就再洗回去啊！哎，你也是，公他一直都是啊，哦，所以我刚刚在演戏啊。干嘛了？公，剩下公敢，夫人，等一下，夫人，再讲出来。快点，好几次刺杀！我算一下，刺杀个屁啊！这四张没有刺，没有刺客，他是政变嘛？我还不直接抓，连死人都要抓，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个。可是，好，我要杀谁啊？现在大家都剩一张啊，但是我跟繁星选一而已啊。繁星两个比较有威胁啊。不。繁星不是双船长？哎呦，双船长！哎呦，船长！哎呦。双船长哎、超级防偷。那我也不能干嘛，我只能再拿3块了。哇，逆转了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9个啊？哇，都没办法了，这个真的没办法了。我要质疑你刚刚是不是公爵？好，给你质疑，我不用。哇！够了啦，我是大使，从头就是大使。大使局，我假队长。刚刚那个八七哦，我都没洗。哇，伯爵夫人好多哦，都在里面啊，怎么洗都是他们啊，好烦呢。今天你要挑哪一位？你要哪一位？你要哪一位？还有小鲜肉哦。等一下，确定一下每种牌都是4张，确定一下。对啦，看起来是啊，看错了啦，刚刚他应该是看错。对，看错。还有，刚刚这边有观众去确认规则了，除了赞助可以大家阻止外，其他都可以，都是个人才能阻止。所有赞助不能挡刀。我想说这样也太强了，挡刀是挡刺客可以吧？刺客应该，我觉得刺客可以挡，但其他我觉得挡就太过了。刺客真赞助可以挡、好啦，杰克，我有帮你挡一次了。他这边是这样讲，他是说他去查规则是这样说，说只有赞助能够大家阻止，
然后刺杀跟偷窃必须以当事人来阻挡。嗯，对，哦，刺杀是没办法当事人啊。对，好吧，我们只有被骗了一次了吗？嗯、真的吗？可是我查的是那个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刺杀我贴表格给你们看，因为我这边是有观众这样讲啊。因为我刚玩到一半，我想说到底是怎样，我去查。我贴 DC， DC 啊、哦，对 DC， 没有我觉得刺国军部门可以帮忙挡刺客，这个我能理解啦。对啊，对，嗯、但是其他党我就觉得太强了。那其他质疑也可以吧？还是不行？其他人可以质疑。可以质疑，那就 OK。对，阻挡对手。对，我这个看到他的是公爵，公爵是你、啊。我要去厕所一下。嗯嗯。我刚刚把大使看成大便了、啊，我的天哪！阻止政治，大使阻止、啊，反正就是都就是可都可以阻止。都对、啊，他上面写，他上面写是都可以、嗯。对啊，这个写的是都可以。嗯，就是说你要阻挡谁都可以。嗯。那么哇，那这样就是两个哎、欸，两个版本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到一个是那个夫人是可以帮别人挡的，对啊的，我看到这个也是夫人可以帮，对，所以看到这个就是全部都可以挡，对，全部都可以挡，嗯，对，不管是刺杀还是收税那一些都可以，没有啊，杰克不是有实体桌游，看实体桌游的最准吧？我是看实体桌游啊，他是说夫人可以挡，那就是实体桌游为主啦。那偷窃我那时候是没看到啊，那你打开你现在有办法方便翻一下？我现在看一下都要，你翻一下比较快，看一下，实体桌游本最准啦，对。我先发了，刚好那一段都是英文，啊、有没有？哎呀，收好牌啊！哎呦，太扯了吧这游戏！我要领两块钱啊！我要阻止你领两块 钱，没有啦，对啊，感觉要帮党才有办法，不然夫人就没。夫人太弱了，夫人应该说夫人就会一直出不出去，一直卡在你手里面。对啊，夫人只会在牌库里面。对、欸，有人不想领钱呢、欸，他去厕所，他去厕所。我觉得我们帮他领啊。我觉得夫人感觉就是有一种你可以帮人家，就是卖一个人情，然后还可以你再换一张牌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公关。对，有了，哎呀啊、公关夫人，现在就等杰克查偷窃能不能帮忙挡。哎，我先忙。哦，还没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杰克。等杰克啊，等一下，的确是你先。嗯，我等一下你第一次换牌，我要就要指引你了，气死我了。好，大家都一堆人，不是大使换牌，对不对？欸、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超惨的，我刚刚怎么抽里面都会有两张大使，然后我就满头问号，里面是只剩大使的吧？酱油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场面这个牌里面就只剩四张，你怎么换？就是里面其中两张，对，这四张，所以你怎么再换下去？就是这四张去轮替而已。你换的怎么换都是没有用。没有人换新的牌进去换，就是拿到新的。因为我刚刚想说，我一张夫人，一张大使，我去换，然后又换出一张夫人，一张大使。等我一下哦，不是，因为刚刚就只有你一个人自己在那边玩洗牌游戏而已。嗯、对。对啊。哎，真的、啊哦，除非是有其他大使去换，或者是有人用过功能牌把它洗进去，不然都不会有新的。原来。所以刚刚雨月才阻、啊、那个、啊、阻挡我啊。嗯、然后还就我大使牌洗进去啊，对啊。因为我刚刚的时候，我刚刚说执意说是不是有五张，所以我看到我在换牌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刺客，那场面死了三张，里面有一张刺客在里面，我想那为什么波波可以刺我？可以刺我？因为我没有刺你，我是刺小雨。对，等我一下哦。就看到嗯，而且竟然是两张伯爵夫人，太扯了吧？啊，没人喜欢美女啊，大家都喜欢可爱的小男生。那因为他都抽到黑肉啊，黑肉只有短短喜欢。很难喜欢黑肉，啊、他不见，他跑去找黑肉，啊、找黑肉，他不要喜欢主角，他不是还要三十几加一瓦？可以挡，可以挡，哎、欸，那个怎么用的？我好屌，怎么用的？可以挡，都可以挡。洗牌啊，洗牌，对他们洗牌啊，哦，对他们洗牌哦，他们就跳起来。杰克说都可以挡。怎么洗钱啊？任何动作，其他人都可以帮忙挡。对，阻挡就是，就是那个人，就脚也想要跳出来挡的话是可以挡的。每个回合每个人都可以。赞助、偷窃、刺杀都可以挡。对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质疑也是一样嘛。嗯嗯，
IC 刚刚电话，所以杰克查的都可以，都可以挡，都可以，都可以挡。好，我有去找黑肉，没事，没有问题。好啦，酱油准备喽，酱油先吧。啊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干大事了。我指引你拿一块，拿一块，拿一块钱。我要指引你，可不可以拿一块？我要直接让你死掉。我大死，我要换牌。你想换？确定你是大死吗？对啊。啊，好了，你换了，你换了，你换了。呀。嗯，好。哎，酱油，这个游戏很多按钮，你不要乱按哦，很危险。哪有？对，爆炸！不要跟他讲爆炸。哎，我哪有那么不受控呀？你刚刚是蛮不受控的，蛮受控的啊，不受控。我只是拿牌，拿牌比较困难而已。手会抖是吧？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好，你换你换。没有要指引哈。这现在是大使的战争。没有要指引哈。哎，大使好忙哦。嗯。等一下啦，八七哦。你手在抖。他说谎，手在抖。哎呦，手抖手抖。哎呦。哦，这个是怎样、啊？我真的觉得面对面玩这个，我觉得会更心机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因为可以看表情，看脸呐、啊，看表情的、啊。杰、克从头到尾都笑嗨嗨呢，真的笑嗨嗨，笑嗨嗨的把牌很好啊。我是公九，拿三块。好。好。一二三。咦？哇，你很开心耶！哇，你很开心耶！哇，开心哦。嘿嘿。我是船长，我偷哈基两块。OK 吗？你吗？你他妈你好，你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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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是公爵，玩哪三块？哎，公爵有这么好拿？有啊，哇哇哇，好难受啊！拿三块。那么多公爵啊，三个公爵啊，三公了哦，三那么多哦，女为公爵拿三块，哪那么多公爵啊？我拿一块，三分之一公爵，大家都是公爵，太过分了，我拿一块，换小鱼。小鱼换牌吗？我是大师。你又想换牌？又想换牌？各种换牌。我觉得我大概能想到里面是什么牌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大师还行啊，因为有人在换啊。对啊。嗯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干嘛啦？哇哦！那发现才大概里面有四张大使啊，不能回来啦！等下换一换，发现里面两张公爵全部扔进去了。哇哦！就我知道剩的四张全是大使，还敢换啊？换我！你要大使啊？没有啊，我要偷屯的两块钱。你要偷我两块钱？呀，你要不要我房子偷窃？你偷啊，你偷啊，给你偷。我房子偷窃。哦。然后有人出来挡了哦！哦，谢杰克。然后他打就先杀你这样。谢谢你，捅你一刀。他是无害的小公民。他说他是我的目标，你不能弄他。只有我能弄，我自己偷回来。不可以。再拿三块。只有我能杀你，别人都不行。不是，只有我能偷你，别人都不行。你是我的提款机。就你钱。然后啊，嗯，我拿两块，有要阻止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要阻止外援，哦，阻止赞助，波波阻止你，哇，宿敌要阻止我 ，OK， 啊，真的宿敌了，真的站起来了，好，来啊，嗯，我只是个市井小民，我要拿三块钱，这市井小民要钱，有一个是假的，你的公爵哦，太有钱了哦。三块，你也要拿三块哦。哦，我要质疑。哦，质疑翻新喽。嗯。啊！回家了，被压掉，被压掉，抓到假的了，抓到一只了。嗯。然后音乐。干嘛？我再领一块钱。好。我再倒数一回合，一块钱，谢谢大家。
那我要领两块。哎、欸，我要阻止外援。那我要抓你。那你要先阻止，你要先抓谁？啊！你还敢啊？还敢乱阻止我打球？哎、欸，这样子我还有回合吗？你还是要轮到你啊！这样是完了，是小雨的回合结束了。对啊，是换你了。那我收小雨两块钱。你我阻止，我阻止，他阻止。哎呦！哎，船长阻止。完蛋，这场我要被大家杀死。相不相信？我相信啊！快点拿回去啊！我可以跟你讲一下，有个重点。刚刚杰克是自己拿外援，他不是偷别人两块钱。现在那个确定真的是队长吗？所以他有三张牌啊，他有三张牌，我两张，他两，哦，我只是拿两块啊，看你们嘛，对啊，没有，是拿两块，不是偷别人两块钱，那快快的哦，他有三块，他对，他有三张牌，我三张牌啊，你知道，就我两张牌搓出一张公爵，哎呦，这么厉害，麻将是不是两个红中搓变成两万？呵呵呵，还搓一半吧，换阿吉，换阿吉，干嘛？你要三块啊？他有好多钱啊，这个人。哦，你好多钱哦，你好有钱哦。有没有质疑我是公爵啊？你应该先拿出来一张卡吧？对，拿出来一张卡啊。好，没有三块钱拿回去，没有，倒走。好，拿两块，拿两块。我阻止你外援，阻止你外援。好好 ，OK， 我是公爵 ，OK。OK， 好，我来了，我拿一块钱啊！你为什么乖乖的拿一块钱？我觉得要我要刺杀哈基，我是伯爵夫人，一定没有伯爵夫人，我指引你。好，我是伯爵夫人。哎、欸，那你哇哇，你刚刚有在骗哦，你刚有在骗哦，你我掉出来喽，交给你们喽。我走咯，他还有一张啊，我没啦，两张，对啊，没有那么厉害的啦，没有那么厉害的啦，突然又回来了，你又回来了，我刚刚也是笑的啊，骗到你了，我走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杀他，好，我被杀他，杀他，这什么？你要杀死？杀谁？杀我对面的波波。哎，哈哈哈哈你们救美女，拜托！好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。哇，哎、欸，现在都有阵线嘞！哇，现在有阵线的，有阵线了。开心啊！你要不要质疑啊？好，我回家。啊，你三块拿出来，三块要丢进去。我抱歉，可以当我不存在吗？一块钱。好，我是大师，我要换牌，要换牌，换牌喽。嗯，有人要质疑我吗？没有，请，没有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说不定你会拿，你会抽到三张大师，不好说。是当伯爵，我感觉就是当伯爵夫人。好，没事。没有啦，已经一张在这里了。哦，对，伯爵夫人已经出来一张了，三张啦，对，起码三张。不相信。不，我要，不行，我要拿一块。可以借我看吗，小鱼？哎，好。怎么借人家拉过去看的？哎，但是要盖着，我盖着，我盖着，我盖着。好，你不要到时候没盖着就好笑了，或是拖到别人的地方。哇哦！没有，重点不是我手上的牌，重点是这个卡堆里面的牌。哇哦！应该都是同样的。你要怎么做？我拿一块啦，我拿一块。当死人，是帮他记啊。换我，嗯，阿七，记杀人哦。哦，刺杀宝宝。哦，哎，那你要拿一块，拿一个牌出来，你要拿一牌出来。刺杀还哦？你要刺杀？他要刺杀？我要帮，不是不是，刺杀了正面，拍死正面。哦，你要正面。正面的正面就不用拿了，正面不用拿，正面不用拿。反正我来下来陪你了，哎，是不是？陪你了。嗯，你这个是长怎样？那个好像很好。我这个那个牌啊，哦，有人在乱掰啊。对。啊，换杰克。队长出来了。可以不要这么那个吗？我觉得好可怕。我偷酱油两块。啊，偷，去。哎、欸，我一次只能拿一块，要不要这么残忍啊？你可以骗人啊，换我了是不是？嗯嗯，我刺客我要刺酱油。
啊、要不要相信酱油？嗯，那我帮酱油挡。哦，小雨。哦，要不要相信那个富贵夫人啊、嗯？我不信。好、嗯。哇，真的是啊！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就让一个出来，让一个出来，可以可以。换我、啊。唉。我看看，旁边上还有没有公爵啊？我可以领两块吗？有啊，不是还有公爵吗？公爵哦，想想，你要领两块是不是？对，好阻止。公爵，你是公爵吗？有没有要怀疑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算是跳出来阻止你的话，不能有人怀疑我吧？还是可以怀疑，还是可以怀疑，可以啊，好，所有人都可以怀疑。那我要怀疑你，我要怀疑你。你好我。你确定？你不后悔？要啦，没关系，他要啦，他在演呢、啊，他演。好，又一张，小雨也丢一张。哦、okay. oh, ，公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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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有很开心，有很开心。嗯，哦、那我实在很可怜，所以我要刺伤音乐。你要刺我，你要刺我，好，刚刚刺我，刚杰克偷我的钱，我要刺杀杰克。哦，你怎么可以偷钱？这是犯法的。那你怎么可以杀人？就合法吗？杀人，不要刺他、哦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杰克，哎，不能点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哎，请问我要怎么一次拿三块啊？框起来，放起来呢？嗯。啊！你现在隐约帮我打、啊，你看你要不要？你要自己隐约、啊，你要自己还是就执行失败？嗯，执行失败，你的牌可以回去、嗯，然后你的钱没有而已。啊，如果你执行他的话，就是要翻他的牌。嗯，好了，我回家，我回家。哇哇！我觉得这样互相帮我变好刺激，好可怕。对啊，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跳出来。我要换牌。你是不是想要公爵啊，小雨？嗯，没有。公爵又被哈基拿走了、啊。那我来看喽。请。前面看过，然后知道我换牌进去，然后他搞不好拿公爵走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点坏坏、欸。他就当你说谎的、欸。其实他是不会穷，没换牌。换我。嗯嗯。我是大使，我要换牌。你换，你换，你换。大使。有没有怀疑呀、啊？给你换，给你换，换牌可以。好好好。你反正怎么换都那几张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先洗个牌，让你看到。反正哎，顺序有差哦，这个人看得到你是哪一张。有啊，看得到顺序啊、嗯。对对对，这样很快、欸。快。嗯，好，这两个回去。啊！我来帮你洗杰克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我不能帮你洗啊？是我在，可以啊，有有有有有，都可以吧？可以帮别人洗。好，要换杰克，我偷哈基两块。你偷？哈基没钱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爆开，我还盖住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没有，有人没有？我没有。干嘛？没有。没有你那你啊，市井小民工作啦，三块钱啦。哦，市井小民可以拿三块，要不要质疑？小民没有钱呢、欸，要不要质疑？现在市井小民都这么赚、啊，没事没事。那干嘛要当 YouTuber 啊？还有三个公爵哦，就是那种说自己月领30万，然后就是那种哇。好了，我拿一块钱啦、啊，拿两块钱多赚一点都被人家阻止了。我一块一块赚，拿了两块钱走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才是真正的市井小民吧？我拿一块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我也拿一块。我公爵，我拿三块。你不要连我的牌都一起翻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人家出牌会不小心掀到牌，很危险啊。对啊，不要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所以哈基拿一块，换杰克啦，他拿三块啊、嗯，我拿三块、啊，三块、啊，公爵，公爵。哦，你公爵、啊、正变喽，嗯，正变哈基，啊，哈基，我伯爵不能防正变，哈哈，完蛋了，刺客要来杀你，赶快跑，哇，他的黑都被刺出来了，换我了是不是？我也要正变喽，
嗯，要政变谁呢？那个有两张牌的吧，有两张。对啊，两张，还有很多两张牌啊。那还有三。小雨，小雨，拜拜。干嘛这样？爸爸，小雨挡我的伯爵夫人帮小雨。没有，我好想自己打。他也是伯爵夫人，你不要了吗？我也是伯爵夫人。我们下来陪我吧。那我，我领一块钱。好。好，我也领一块钱。好。那我三块钱。哎、欸，上场是三块三块领，正常都一块一块领。对啊，没办法、啊，是有人在 我被抓包了、啊。你又偷我两块，两块，偷两块。我，你要质疑他吗？要质疑吗？我不质疑啊，不质疑。好，市井小民出来工作三块钱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换我。嗯。好啦，四张了。酱油乖下去一张。酱油乖、啊，我理你。你确定？不知道拿一张牌出来。没有，不用啊，没有没有，直接哈翻就好了。对，确定。我指引你。真的不后悔。好啊，不后悔，我指引你。下去啦。你就挑一张，然后放出来这样。哇，酱油，你刚刚讲杀人？哦，我现在刺客两，你是双刺客、啊？哦，那我再拿一块。哎哎、欸欸，我要框框，我要框框。你要框框是什么？他想帮人家放钱。换我吗？对，一样、yeah, 再拿三块钱。嗯，要不要质疑一下？你拿，给你拿。没人要质疑，你又想来偷我两块钱？两块，努力工作赚三块。哎呦，团团要变有钱人了，他要当庶民了，他要去选总统了。哎呦，下一位，一块一块赚，一块一块赚。好的，我再拿一块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开始浓钱了是不是？当然浓啊，不然杀不了人啊。对，不然没办法杀人吃，还是也要吃啊。他这人船长要拖起来啊。要是我是中姐，我拿三块来，两块给你。对。哎、欸，那你对、啊，你就拿一块就好了、啊。没有，他拿一块，他直接预设杰克会偷钱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会偷啊。然后杰克就是原著有没有？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我好了。对对对，杰克，我让你连贴，你去换我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还有两个人，有两张哎，哇。我市井小民想花钱了，我要政变了。啊，要政变，拿那个两张的啦。导游，拜拜。好，就下去了。两张刺客。你为什么刚不杀、啊？我杀不了啊，因为有一定有伯爵夫人啊。啊你，又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又不一定要当。不一定会杀我，出来了呢，已经三张了呢。你还不会玩吗？我还三，刺客三张。这游戏就是要骗人啊。来，下去啦，换我啦。也不给我这么丑的啦，我看一下，我的小雨，我跟你换。